这个比较好喝，我是全身关你这个比较好喝，比较。你看，我先把声音调小一点。介绍就是细龙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观众朋友，记得来给这个这部影片点赞，然后为对我开频道开启订阅按钮跟小铃铛。来，我们仔细看啊，这个叫棕米色的皮，有点像小猪一样，这种长角，头盾还很长，有一些尖角，头盾换着一些黑色的纹路，背部也是。Message from the park administrator. 很酷哦！我呢，给他们牛角龙生活在一起。I thought you might want to know this. 没有睡了。我们来看它的睡姿，尾部它也有黑色的斑纹哦。目前我的孵化场呢，龙卷风灾之后，就真的只要重新出来就是透明透明的，对，哇，是魔种，但是这个是最好的魔种，真恐龙。我们放眼且看，有恐龙狂躁，很怕的。Great to see you again. 他呢，就在这里。不是哦，这里吧？不是啊，他什么加细龙？走到了，就这个，他两颗，他的星等是两颗星，能活十年。好。孵一颗只要花费1995元。OK。多孵化几颗，好，现在他已经在睡了，睡在水里不怕呛到啊。这些这些恐这些比例恐龙还真的是有点靠神功呢，酷哦，睡在水里也不会呛到。快呀、啊！他现在有一岁而已，他最大生命是10岁。好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就到这里，拜拜，给我点赞哦。